今天这个通过前两场比赛啊，第二场比赛就是郭航航胜啊，也是微弱的优势获胜。是啊，因为在前两场比赛当中，可以是中方和泰方现在是战成了1-1大的比分。那么第一场是由于这个丁大全被对方，一个鞭腿 KO 之后呢，郭航在第二场比赛当中获胜。哎，这是双方的第三场比赛。王强的反应很快啊。是啊。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看到这个泰方选手，哎。他这个力量，包括他这个体重上，和这王洪强还是有差距的。双方打得很谨慎。是啊，因为这第一局都是一种试探性的。现在这个泰方的腿法还没有完全施展出来。我们知道王洪强非常擅长一种侧踹，包括他的摆拳。对，转得好。这个他泰国选手感觉很吃惊很无奈啊，因为泰国选手说，哎，确实这个百姓英雄还是有招数，王洪强确实是不会是百姓英雄啊，中华百姓英雄，你看他很会打，他不给这个泰国选手这个出腿的机会。对啊，他首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手。对，这个泰王选手觉得，哎，这个选手不太好对付。不错不错，哎，两个人都是微笑着打，哎，不错，好好，哎，哎，不能够使用主动摔法啊，这是我们这个比赛的这个规则。从这点我没看出啊，只有泰方选手也会摔，他并非不会。要这个侧踹，连环动作，对，这种组合，选手拳拉开，停，开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武林风第二届中泰对抗赛，是完全抛弃这个散打所特有的摔法，完全是靠拳腿和以拳腿见长的泰拳进行强强的对抗。对，这可以说是硬碰硬啊。泰国选手就是很硬了啊，打不动。在这个对抗当中，就是你一拳一脚打击对方的时候，没有造成对方的这个效果，没有效果，你的自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。飞脚战术拉开，没有。场上的红方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华百姓英雄王洪强，蓝方是来自泰国的一名高手什么勒斯·希拉查，有着96胜的记录。哦，好。首先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，在第一局啊，我们觉得这个王洪强在气势上首先压倒对手，而且他在比赛当中他这种组合拳啊、腿法发挥还是不错，而对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，他的腿没有完全发挥出来。看他在第二局当中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泰拳很擅长腿法，这个连环的一个组合，转身一个后边。现在这个王洪强是越打越顺呐。对，王洪强找到感觉了，不错。你看，连续这种侧踹腿。现在全场都沸腾了呀。这个泰国选手29岁的这个什么勒克希拉查，90战76胜的战绩啊，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。在这个泰国，像他们这泰方选手，他们一般都从15岁就开始打这种比赛，而且他的巅峰期是在他18、19岁，而他现在已经29岁，可以就是说从竞技水平来说，已经进入低潮期。现在这个王洪强是越战越勇啊！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
这种抱拳是不允许的。开始。聪明啊，就看王洪祥的比赛，感觉是欣赏在欣赏一场表演啊。好，这个抓的机会非常好，哎，这个但是这是抱摔不允许。看，那从这点可以反映出，这泰方选手他不但腿法好，他实际也会摔，一个转着后摆的，这动作非常的漂亮，也是一个高难动作。但是这在我们这个武林武功当中是不允许摔，因为我们中方选手跟你比赛当中他就已经不摔了，而你摔我们这是不允许的。是，在我们比赛当中只允许你接腿摔，是这种摔法，而像这种主动这种抱摔是不允许的。嗯，迎战泰国高手，这是第二局了。在这个第三场百姓英雄王洪祥对阵这个泰方选手比赛当中，目前这个王洪祥的优势特别明显，从前两局大家可以看出，首先在气势上，而且在今天比赛当中，对方可能是被他气势压倒，使得王洪祥他的拳腿组合完全发挥出来了。我们在比赛当中有许多王洪祥做一些高难动作，你像转身后摆，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就很难做出，但今天比赛他完全能够发挥了。你看现在这个蔡方选手不敢出招了，已经开这个泰国选手啊，应该是王洪祥这个比赛以来碰到的水平最高的选手。是啊，这对方实力很强了，抗击打能力非常强。开，这也是泰国选手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，一个打法硬朗，腿法好。开，开，你看王洪祥那个低边腿打到对方腿上之后没反应，哎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王洪祥不要掉以轻心，对，你还要用拳，要控制好距离，要近身之后，万一对方一个反击，就很难说了。因为在第三局比赛的最后的时候，要顶得住，停，稍微大意的话，有可能就是大意失荆州，对，千万不能大意，对，还有一分二十秒。这对双方的体能是一次考验了。开，打倒他！这个王洪祥的拳法非常好。对对，接着半摔。开！你看对方的拳法，他一个直拳之后，他近身还有勾拳，所以王洪祥千万不能大意。前手拳近身，你看，现在这个泰方选手过去的那个腿法，跟这个劈拳，抓住机会，抓住机会，一记重拳，看，这就是机会，这一拳，看，杨哥，开始。还剩最后的十秒钟了。起身进攻，开！比赛结果，红方胜，王洪祥。